特效全部拉到最高，浓度都是整。今天我们看一下 GPD WIN 上在10瓦光线下玩这个游戏的表现怎么样。屏幕上面第三行就是 CPU 的核心温度，可以看到核心温度一直在40多度徘徊。CPU 功耗锁定在10瓦，但是它会根据系统的需要自动调节，现在的实时功耗是7瓦，那温度就在40多度，这样偶尔也会飙到50多度。那现在深圳的天气虽然降温了，但是在室内的温度还是有20多度，所以相比北方的一些比较冷的城市，这个温度会高一点。但光学看起来也很不错，大家可以看到游戏的实时帧率是基本上可以稳定在60FPS，而且是最高特效。那如果保持10瓦这个状态 ，GPD WIN 3的电池是44瓦时，也就是说可以运行相当正常。Shut up!